欢迎来看 KD 叔叔公在开箱。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七龙珠一番赏官方释出的两则最新资讯啊。首先是2024年4月6号即将上市的《未来的决斗》，官方公告了所有公仔的实体照片啊，等一下会一一的跟大家介绍。除此之外，就是最新公布的2024年7月份《云上的神殿》，哇，这个 EX 又是复古系列的啦，所有的公仔厂都已经公布了，等一下也是会一一的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啊。那在开始介绍之前，来，各位，如果你不想要错过 K 叔叔所制作的每一个七龙珠公仔相关的影片啊，就赶快按下订阅的按钮，这样就不会错过喽。首先，这一套未来的决斗 A 赏就是完全体的赛鲁啊，由 Masterize 操刀，公仔的高度有29公分，整体看起来跟2021年那一只 F 赏的赛鲁几乎是完全一样吧，可能就是换了一个手，然后头再歪一点点而已。但是赛鲁身上这个斑点看起来依旧是用印刷的，而不是有刻痕的，有点可惜啦，不然这个经典的动作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还原欸。B 赏是未来大特啊，有23公分高啊，之前一些精品没有收的，我觉得这只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一套我估最后赏可能会很抢手，会导致公仔赏有几只会特别的便宜，那这一只很有可能就是那一只会特别便宜的。细节我会在之后的估价影片再跟大家一一的说明啊。那这一只老实说，我觉得看公仔实体图其实做工还不差，就算正常再好一点点啊，所以缺一只常态的大特我觉得可以收、哦、然后 C 赏是未来的悟饭超赛形态啊，很可惜未来的悟饭如果出独臂的话一定会大大的加分啊。然后看这个公仔的实体图啊，我觉得涂装很有可能会完蛋，这个照片看起来上面的阴影完全是灯光打出来的，应该是啦，希望到时候可以打脸我涂装好一点，真的，这就是我对龙珠的爱。虽然说脸部表情还有这个经典的刀疤，未来部分的刀疤很还原啊，但是真的希望涂装要好一点，拜托了。然后第一赏是穿着便服的达尔啊，有23公分高，这一只应该是蛮多收藏家这一套的重点标的啊。KD 叔叔个人认为这一只的涂装跟特兰克斯在这一套是属于比较正常发挥的那一种，算不错，再加上这个形态应该是第一次出，所以应该会蛮抢手的，还原了他在赛鲁篇的结尾跟特兰克斯道别的样子啊，所以咧，这一只 KD 叔叔认为是这一套必收的公仔之一啊，请喜欢达尔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一只，可能很难再会再出一次了。然后是撒旦先生，哇，整个龙珠故事剧情里面最重要的小咖，最重要的平凡人就是撒旦先生啊，终于在一番赏登场了。我觉得这一套的所有公仔里面涂装就是这一只撒旦做的最好，从头到脚啊，服装啊，皮肤啊，都有很棒的涂装。K 叔叔个人认为这一套的公仔里面撒旦应该是数一数二抢手的，有喜欢收藏一些冷门角色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一次就不要错过咯。接着最后赏，哇哦，Masterize 操刀的悟空加界王，完美的复刻了417画这个扉页里面鸟山明老师所画的这个样貌。赛鲁篇结束之后，他跟界王都挂了嘛，然后都有这个天使的光环还有翅膀，这个哎，我觉得应该就是必收了啦。以上就是四月份的七龙珠一番赏未来的决斗这些所有公仔赏的介绍啊。那紧接着七龙珠一番赏2024年7月份云上的神殿 EX 复古系列又来了，赶快带大家来看看详细公仔的介绍。 A 赏小悟空，哇，还有卡琳卡的猫仙人耶。 Masterize Plus 系列再度出现了，还原了鸟山明老师在162画的漫画扉页里面所画的样貌啦，但目前看起来有点可惜的地方是皮肤没有战损，因为这个时候的小悟空衣服会破成这样，就是因为他刚打斗结束，身体是有一些战损的。那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到时候
候实体出来可以再有所改进啊。逼赏天神，哇塞，吼，没想到会出这只天神啊。K 叔个人觉得这个绝对是必收。天神呢，就是比克大魔王，应该说他跟天神本来是同一个人，然后他们因为内心有一个邪恶的部分，然后还有善良的部分，他们来到地球之后就分开来了。那善良的部分就变成天神，邪恶部分变成比克大魔王。如果对这部分比较不熟的朋友们，顺便帮大家科普一下。接下来 C 赏是雅琪洛贝，吼吼，有一些朋友们，如果你是龙珠 Z 后来比较熟的，你可能对雅琪洛贝这个角色不熟，直接帮大家下一个注解，他就是龙珠前半段的撒旦先生这个角色，就是看起来很孬很没有用，但是必要的时候会上场帮一个小忙，然后这个小忙竟然会影响到拯救世界，这样子有没有，是不是就是撒旦先生的角色？接下来第一场，哇，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神龙的原型模型啊，没有想到会出这个。当初就是比克大魔王跟神龙许愿说要变年轻，然后就把神龙给干掉了。在大家都很伤心之余，悟空来到了天神殿，然后天神告诉他说，我可以让神龙复活。哇，现在看到这个我会觉得很神奇，没想到竟然会出这个，很好奇他的 size 到底会有多大啦，目前还没有公告，有任何消息会马上跟大家分享。第一场是四只小公仔啊，分别是小时候的魔二代，然后还有武太斗，就是武天斗喜他的师父，接着还有小悟空，然后是国王，然后就是七龙珠里面一个地方的国王啊，蛮妙的。这一套小公仔选角我觉得就偏冷门啊，大家可以锁定小婴儿的魔二代跟武太斗来收藏。最后赏 Master Light Plus 比克大魔王坐着他的宝座啊，哇，这个炸掉了，炸掉了，这个实在是太赞了。大家一定想说，比克为什么会长这样子皱巴巴的？这个是比克大魔王原本的样子，他是后来跟神龙许愿才变年轻的。然后后来的比克叔叔是变年轻之后的比克大魔王，在被悟空干掉死掉之前把蛋吐出来，然后生出来的魔二代。这样子大家好理解吗？总之，这个跟天神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就是一开始的比克大魔王就对了。哇，七月份这一套我觉得怀旧风依旧是非常的满啊，那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偏冷门，因为这真的是很古老以前的篇章了啦。不晓得四月份跟七月份这两套七龙珠一番赏你最期待的是哪一支呢？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来告诉我哦。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喜欢七龙珠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专门在做七龙珠公仔相关影片的频道，叫做 KT 叔叔公仔开箱啦，谢谢谢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来支持 KT 叔叔，赞助 KT 叔叔继续制作更多七龙珠公仔的相关影片。那如果要给 KT 叔叔一次性的赞助，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功能哦， KT 叔叔都会超级感谢你的。好哦，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拜拜。